外圍都做得好嘅，即係美國咧，因為話通脹進一步滑落啦，咁跟住就利率調控亦都話減息咧會進一步增強噶啦，就去到即係令到美匯咧，亦都因為咁樣由105幾咧跌落104度，咁啊人民幣回升，咁就令到上兩個禮拜，唔係上個禮拜四五咧升翻啲700點咯。好了。